我赚。小雪、小贝、大宝，谁让你们出来玩的？快回去给我写作业！妈妈，我写完了。写完就能考100分？不能。知道不能还不快回去？都给我再写100套试卷！暴走妈妈也太凶了，我退。小贝，你的手气不行，还是得看我的。我退。你是我们的妈妈吗？我不是你们的妈妈。那我们的妈妈在哪里？她太忙了，就请我来照顾你们。哼，忙到自己的孩子都不管了吗？我要给她打电话。小雪、小贝、大宝，有什么事吗？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好想你啊！你们听奶奶的话，妈妈有时间就回去看你。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？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快点了？我们才不要不关心我们的工作狂妈妈！我退。小雪，该你了，你一定要选一个好妈妈。我吃。这是我给你们买的礼物。哇，还给我们买礼物，这个肯定是好妈妈。是啊，妈妈都舍不得给自己买，肯定很爱我们。我怎么会不给自己买呢？他们在这里。啊，这么多。小雪妈妈，这都是你的快递。妈妈，你怎么买这么多快递呀？这也太疯狂了。小雪，你快让他回去啊，我快不能呼吸了。快退。我们想选一个好妈妈，怎么就这么难啊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的妈妈是好妈妈吗？是的扣11，不是的扣22，快告诉我吧。